家记住这个中国人啊 ，Peter Deng， 他将要成为全球 AI 大厂最讨厌的人，因为他即将接手并优化 ChatGPT， 让其他的 AI 产品没有活路。你之前可能不认识他，但是他负责过的产品可都是世界级的。他担任过谷歌、Instagram、Facebook、Oculus、Uber 的产品经理，每一款产品都有数亿乃至数十亿的用户。毫不夸张的讲啊，这些用户的总和已经接近了全球的人口。而这些风靡全球的产品啊，一大半的功能开发都跟他有关。而他刚刚宣布加入了 OpenAI， 将要负责整个 ChatGPT 的产品和生态。可以预见啊 ，ChatGPT 又要起飞了。它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加的优化，让所有的人更便捷、更轻易的接触和使用 ChatGPT。安卓和苹果的版本啊，也在计划之中。ChatGPT 啊，就在前两天刚刚跨过十亿月活的里程碑。而 Peter 的加入正是如虎添翼，我相信不需要多久啊。GPT 的用户将再次翻倍，而他将成为 ChatGPT 这个数十亿产品背后的男人。同志们， AI 大爆炸的时代真的来临了。